高塔后面金色的。这个算这方面，而且上面那个就是机能展示。风，六点到下午。从这里进来，我上次进来，上次台湾。
圣经故事的雕像很多，那个景色，已经让我叫他走了。这个教堂在基本上这里是开放参观的，而且是最重点的教堂。教堂，教堂的总体来讲，都是很好。
都是在海边。